是哪吗？我去哪让你管？你刚在里面什么样子呀？人家问你问题，你看你什么样子了？你干嘛要回答？人家问我问题，我为什么不回答？跟女生爱，你说你不知道不就行了吗？那个样子，长得没来的演戏一样，我还在呢。我要不在呢，他出去窗台了是不是？能不能不生气了？这能不生气吗？是在跟你搭讪好不好？你就那个样子，我还是你女朋友哎。别生气了。世界把你看着锅里了，你还有他一半帅，能这个样子吗？我能这么生气吗？你他妈要求怎么这么过分呢？想要每天笑十分钟，就去各大应用市场下载